一般人。 我係超人好慘，超人俾人屈，超人俾人屈，話我講差師哩全家撲街含都殘。啊，我公開講啊，我會講粗口噶，不過我講粗口咧，我唔會講馬華公會任何競就，包括馬華嘅總會長差師哩個人撲街含家產，我唔會講。你去 YouTube， 你 type 我超級一個名，你睇到我邊一段有講過差師啲個人屋企撲街含都慘嘅？冇，絕對冇。不過今晚我唔係澄清，今晚我就係講出基本事實。我只不過講你聽，點解我要大家，我呼籲大家通過和平選舉方式。 嚟懟冧國陣，呢個撲街含家產政權啊！呢個係我講嘅，我叫大家係懟冧國陣個撲街含家產政權爭取，而不是差師啲個人打，呢個好重要㗎，呢個好重要㗎，係咪啊？呢家係差師啲嗰班友屈我，話我講佢撲街含家產，我其實冇咁樣講過，所以。 真正講差師啲個人屋企撲街含都產嘅，就係嗰三條罵青仔開記者會嘅，佢哋自己講嘅，我冇講過。所以今晚正話有一個記者訪問我，講嗱，我今日俾頭條新聞你，我公開講一次，大家外界大選一定要用選票嚟懟冧國陣，呢個撲街含家產政權。 點解我要用呢個詞咧？嗱，我今日同大家嘅理性分析，我係一個歷史系嘅博士，我講話有根據㗎嚇。點解我哋一定要用到鋼鑄嘅字眼嚟懟冧呢個撲街含家產政權咧？因為我學佢講嘅。係，你講邱光耀係咪縮咗啊？你學國陣講嘅，係啊，我學國陣講嘅。國陣上一屆前任嘅國陣是阿摩嘅，馬里森 National 講嘅。 佢哋講乜嘢？佢哋叫選民要蹦蹦更市化，佢講啦，乜嘢係蹦蹦更市化？即係領都反對大，呢個係國陣講啊，國陣曾經講過，佢要呼籲選民喺食硬鍋蹦蹦更市化，所以蹦蹦更市化，廣東話翻譯唔係反對黨市化，啊市化唔係市化啊，市化大家知道讀馬來文就係咩啊，領啊。 所以，inflation市化就係領都通膨，蹦蹦更市化，領都反對但講廣東話通俗啲就係叫反對但含家產，係咪？係咪咁嘅意思？所以咪國陣講先嘅，所以我邱光耀以此人之道還此人之身，我係向國陣學習嘅，呢個係第一個理由。第二個理由，點解我哋一定要懟嗰班撲街咧？ 因為呢班撲街繼續執政，佢哋自己講噶，伊朱斯加拉自己講嘅，2021馬來西亞將會經濟破產，國家破產，廣東話削方含國產，係咪啊？係咪啊？啊，我係歷史學博士，我講話有根據噶，你哋中華民族嘅文字學研究啊，Linus係關單。 設立輻射毒廠，輻射到成個城市關單都中毒，係咪鹹成產啊？成個城市係咪啊？蘇丹街哥倫波係我哋唐人100年祖先喺嗰度發跡嘅，叫做文化遺產。國陣依家要起 LRT， 為開 I help you， you help me， 成條街都要鏟晒，係咪縮方叫鹹街鏟啊？ 80年代，我哋唔反對三寶山俾國陣徵用嚟發展。大家知唔知當時三寶山係500年前我哋真河下士人留低嘅文化遺產啊？佢哋見到咩產都要產噶，係嘛？如果唔係我哋反對，唔係華團同華社強烈反對，三寶山係咪鹹山產啊？仲有啊！
仲有啊，我哋大家打工仔嘅 EPF 啊，大家有 EPF 嘅唔該拍下手，有 EPF 嘅啊，唔好咁恭喜住啊，冇咁高，冇咁歡喜啊，我警告你啊，國陣如果繼續執政，就好似我哋嘅國家總資查事報告今年查出嚟，我哋 EPF 有551億借咗俾班撲街嘅強盜，係咪啊？如果一年借551億，借到2019年，我哋嘅 EPF 係咪含金產啊？係咪啊？所以為咗唔愛阻止我哋含金產，我哋唔愛含山產，我哋唔愛仲有咩啊？硬得唔愛含城產，我哋一定要俾嗰班撲街含家產，啱唔啱？今晚記者有好多秒寫㗎，係嘛？呢啲就叫做政治棟篤笑喎。嗱，呢啲係我個風格，我院黨係中意用咁嘅 styles， 行動黨係唔同風格嘅，即係有慣性，因為一講數據嘅係 check 國防部長，佢從經濟學出發嘅，有唔同嘅人，有唔同嘅院黨嘅風法。你睇我邱光耀，都希望睇翻我邱光耀超人嘅風范，係咪啊？所以如果你接受唔到我講粗口嘅，你咪可以打包早啲翻屋企瞓覺咯。我唔會勉強你噶嘛，大門開住噶嘛。不過如果你願意聽落去，我就會同你大家講出45分鐘到一個小時，就睇你掌聲啦。如果你冇咩掌聲嘅話，我15分鐘就收工啦。如果你掌聲熱烈，我講到12點都仲得啊！所以我話馬來西亞係一個撲街嘅國家，點解我哋有撲街嘅政府？今晚我先數臭第一個，就係我哋彭亨州嘅新都馬來西亞夜總會媽咪黃玲玲。聽清楚啦，黃玲玲啊！大家有冇搞過 Facebook 啊？註冊 Facebook 使唔使錢啊？一條毛都唔使啦。黃玲玲話要180萬喎，我接受唔到咯，係嘛？大家最近有冇睇報紙？有一個叫千依百順妻子俱樂部啊，有唔有啊？啊，好多男人都好中意睇呢個俱樂部啲嘢啦，係嘛？最近仲出鹹書添啊，班友係嘛？呢班傻婆，我哋大家都笑佢，邊度有咁蠢嘅人啊？千依百順妻子俱樂部。係嘛，銀哥你笑就好啦，千祈唔好逼你老婆去侵街個豬肉鋪啊，係嘛？大家笑呢班傻婆嘅時候，大家又唔又記得，其實千依百順妻子豬肉鋪佢哋嘅精神領袖係邊個？你知唔知啊？我今晚就踢爆佢。其實佢哋學邊個？佢哋學黃玲玲。嗱，我唔係講笑噶，我唔係屈佢噶，我有歷史展報記錄噶。千依百順妻子俱樂部鄭華出嚟蒲頭3個月，鄭華3個月，黃玲玲3年前開始講，佢講乜嘢？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，如果你不要你老公變蔡司力，你老公回家你在床上放半粒，你還要噴香水，好嗎？穿地板底褲，你的內衣還要透明的，這樣你老公就不會變蔡司力，係咪啊？就叫切精，切精啊！不過切精咧都唔切得過我哋阿接哥嘅老婆，即係個死肥婆。個名我唔可以講啊！馬來西亞唔似香港啊，香港黃子華開棟篤笑，可以將董建華嘅老婆丙到豬頭丙咁啊，係嘛？仲有最近阿詹 Sir 啊，係嘛？大家知邊個詹 Sir 啊？詹瑞文啊，詹瑞文喺布吉扎咧開棟篤笑，481張飛啊！你睇今晚邱光耀一個小時幾錢啊？幾錢飛啊？50蚊仲有嘢食，你執到啦，係嘛？所以先講翻個死肥婆先。個死肥婆咧最中意聽表雲真嘅歌，
唔知尖尖嗰幾穩陣啊？啊，年紀大啲就知啦，細啲嘅唔知邊個幾穩陣啦。上網聽下邊個叫幾穩陣啊？廖穩陣喺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即係我讀小學嘅時候，有一條歌好出名嘅，就叫做《專吃專吃》嘅，知唔知啊？嗱，個屎肥婆咧，經常聽《專吃專吃》嘅，知唔知？聽咗過後，仲要逼阿尖哥用我哋馬來西亞人民嘅錢嚟買《專吃專吃》嘅錢俾佢。最近俾人踢爆啊！共產黨捉到佢哋啦，肥婆一隻手指2400萬喎，係咪啊？開始講咩啊？人哋踢爆上去講，呢啲係我從細儲錢儲翻嚟嘅 ，Angelababy 我接受唔到咯，係嘛？就算慳啲阿 baby 都接受唔到啦，係嘛？2400萬從細儲翻嚟，結果人哋再踢爆佢。佢就講：哎呀，我唔得閒啊，回應你哋啲腳仔攤嘅啲 blogger 寫嘅，我唔得閒回應佢。最近我哋嘅光頭律師已經喺國會再問多次，係咪啊？哎，國陣政府你喺國會作答唔可以講大話啦。究竟嗰個專吃專吃嘅2400萬有冇收貨啊？肥婆 ，Last week 回答光頭律師，佢講冇。嚟到八生港口過後，呢、這個專吃咧。退貨，馬來西亞冇入口，所以大家唔好再追究啦。冇事冇事，大家唔好追究啦。如果我同光頭律師攞住支槍去打搶銀行，打搶到一半，馬打贏咗，我哋兩條友將錢俾翻銀行，哎、退貨啊！我哋唔打搶啊，冇事冇事啊，大家翻啊，得唔得？得唔得啊？你傻噶？退貨都冇事啊？係嘛？我哋打錯一半，俾翻錢銀行都冇事啊！你睇到冇？呢個係咩國家？肥婆一隻手指2400萬，肥婆有10隻手指，10隻腳趾。所以肥婆點解最驚？最驚咩啊？最驚巴斯嘅烏公烏頓。點解？因為豁佢一隻手指就2400萬，豁兩隻手指4800萬，豁3隻手指7600萬，豁曬冚家。哇！發達啦，係咪啊？所以，我今晚咧，我特登點咗一條歌，我自己唱，唱俾肥婆聽。呢條係廖允珍嘅《陳明傳》。廖允珍70年代唱過咩歌啊？阿美阿美，有冇聽過啊？阿美阿美，只是扮假裝，係嘛？我今晚改條歌，改咗名去，嗰條歌叫做《肥婆奶奶》，好嗎？如果要聽就拍手掌啊！肥婆肥婆最愛賣整裝，你賣就幾千萬。肥婆肥婆你要熬時間，你的錢從哪裡賺？雖然你老公做首相，貪污可能很猖狂，但是你要想一想。我们上台你就唱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活着快活该喊个唱。我哋国家真系多呢啲咁嘅仆街，差事又另外一条仆街。嗱，今日我就讲点解我要打差事呢条仆街啊？好多人讲邱光耀。你博士畢業，老婆又幾靚女啊？係咪老婆？喺起身俾你睇下嚇，喺我老婆啊，超級哥。我哋兩個又唔打算生細路仔，大家冇誤會啊，唔係我有心冇力啊嚇，係我唔想生啫嚇。咁我哋經濟又上咗岸，好多人講邱光耀嘅何必宣布要打差事咧？正常人從政，不論係國陣或者民權、回教黨、行動黨咩黨都好。多數我哋做政治人物都希望求個安全區，邱光耀嘅條件應該留同林吉祥墮網墮網攞個安全區嚟打，同林冠英 A 兩 A 揾翻個安全區嚟打，只要填方實冇填錯名，一定可以光宗耀祖，係咪啊？正常係咪咁諗噶？我同大家今晚講多次，我唔係正常人，我係超人。正常人求安全區，我超人求危險區。正常人求生，我學李小龍死亡遊戲求死。
係嘛？唯有求死先至可以懟個貓啊！工會，如果個個搞政治嘅，喺國家當難之前，最重要嘅關鍵時刻，我哋諗到係自己可唔可以做壞啲？咁我話呢個政治運動冇意思，啱唔啱啊？如果個個諗到我開唔開個安全區，我開唔開執個安全區，我個人優光要做一個議員壞啲，江中搖組我冇興趣。坦白講，對住天地良心，我老婆都知道我諗乜嘢嘅。我絕對冇興趣做壞邊，我最大嘅興趣係整到差事冇辦法做壞邊。I have nothing to lose， 英文講係嘛？輸咗我本來作為一個普通人，一個普通嘅超人，係嘛？我輸咗唔做壞邊冇乜嘢啦，差事輸咗就慘咯。是不是啊？差事要輸多次，他整個白華工會行黨產開就是慘啊。所以對我來說，我願意去打最危險的地方，一定要一鼓作氣。如果我們被人看到行動黨的領袖行動有勇氣有謀略，為了大局個個人安全區我出來，我們去打白華工會的最危險的地方，我們真的一次成功就將白華工會行黨產啊！你說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以身作則，我公開講，我邱光耀準備打差事啲。嗱，我聽講佢好驚，佢自己講呢排佢食又食唔落，係嘛？瞓又瞓唔著，大小便又失禁，佢自己講噶，唔係我講噶，係嘛？佢睇到我個樣都驚，所以我聽講最近佢想揾一啲馬匹區嚟打，其中一個區係柔佛州嘅 The Brow， 27% 唐人區。啊！呢啲區贏咗過後，都唔算乜嘢馬華工會總會長啦、啊。馬尾區打係嘛？我講，我今晚公開講，係小編，你最好學李三春，李三春又多一春。正常男人咪有春，佢多一春，你就千祈要學李三春，有種就出嚟唐人區打係嘛？唔一定同我超人打，同行動黨嘅林吉祥、林冠英乜嘢？最驚你咁，最驚你走到去馬尾區，掟喺馬尾區仲選。所以我呼籲，踩次學李三春，千祈唔好學嗰個許武春。知唔知呢個許武春啊？喺邊靚嘅磨潘噶，磨潘嘅榴蓮啊，有冇聽過啊？啊，你喺邊靚？你話我要食榴蓮，唔係食貓山王啊，係食屎字根榴蓮啊！知唔知咩叫屎字根榴蓮啊？磨潘嘅榴蓮啊！或者你食叉龜屌，你叫鼠字根叉龜屌啊？知唔知咩叫鼠字根叉龜屌啊？半類嘢叉龜屌啊！所以千祈唔好學鼠字根，最好嘅差師要學咩啊？學李三春。如果差師真係考到得不到去，差師真係病到馬拉區去，咁我點啊？我冇得打，我都堅持要打，我打佢個仔。因為你阿爸最喜歡你兒子接班嘛，你爸懟咁細王家迪嘅批系，懟咁細翁思傑嘅批系，希望輸啊！你養父子高曬嘛，我打唔到你老豆，我就打夠你嘅啫。大家好唔好啊？你馬華公會王家迪嘅批系都話好啊，佢講邱光耀你唔好下巴輕輕，你真係要打，你打佢老豆得，打佢仔都得，你唔使驚。我哋籌錢俾你打夠，所以我從來未驚過。佢哋話邱光耀你講粗口喎，你講粗口有道德瑕疵喎。我講我講粗口有道德瑕疵啫，差事你拍鹹底道德破產啊！你要選我道德瑕疵嘅或者道德破產啊！而且我講粗口都係為人民嘅利益而講粗口啊，係唔係啊？我唔係為我自己講粗口而講粗口啊！你問我老婆，我屋企冇講粗口㗎，我好好收養㗎。不過我見到馬華公會，我就擺緊火啊，定要懟鳩佢啊！所以重要係乜嘢？重要係我哋國家已經嚟到一個十字關頭，我哋國家已經嚟到十字關頭，民主不走回頭路，改朝換代再進朝。點解我咁講？我又用歷史學者的智慧跟你講話，嗰年馬來西亞獨立咗五十幾年，就好似你細路仔考試咁咯。五十幾年考試都係赤字，即係紅字。
年年數學都唔合格，三十分、二十分，難得308嘅時候考到60分，即係第一次馬來西亞民主否定國政3分2。阿弟，如果你嘅仔讀書經常紅字，難得一次考到60分，阿弟佢會點啊？啊仔真係叻喎，60分！今晚媽咪請你食肯德基，過後睇 Astro TV， 唔使讀書，唔使補習，係咪咁蠢啊？阿弟你會唔會咁做啊？所以我話難得我哋有60分，阿弟你就攞藤條再 fit 你個仔 ，fit 到佢75分 ，fit 到佢80分 ，fit 到佢90分 ，fit 到馬來西亞解炒翻大位置，啱唔啱啊？如果你鬆懈咗管教你個仔，你個仔難得60分，翻屋企就唔做功課，補習先生辭退咗，日日睇 S O D V， 哈哈，硬啲，我覺得我接受唔到啦，咁硬啲係嘛？即係馬來西亞難得53年第一次破咗2/3，啊唔緊要啊，馬來西亞民主夠噶，原地踏步，民主鬥爭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你唔進步就係退步，所以下一屆。如果我哋唔懟冧呢個政權，解炒翻低，我哋就俾人懟冧。所以下一屆你要我哋懟冧佢，或者我哋懟冧，或者佢哋懟冧我哋，你自己選擇。下一屆你要俾國陣行黨產，或者你 EPF 行金產，你自己決定，係嘛？所以我講行動黨係一條狗，我公開講啊，行動黨係一條狗，林鄭月娥係一條狗，啊，兩眼啊係一條狗，我哋啊。邵安又一條狗，彭姐妹都一條狗，個係咩狗？個係狼狗，英文叫 watchdog， 冇貶義噶。watchdog 就係幫佢掌門口，因為家賊難防，係嘛？你睇到我哋啲幾多正話嘅數據啊？賣坦克車，賣潛水艇，賣戰鬥機，係嘛？冚唪唥都係 I help you, you help me。結果你551億嘅 EBF。你退休嘅時候含金產，你就陳百強眼淚在心裏流。所以你一定要選狗，你要選我哋啲狼狗，幫佢掌門口，掌住個 EPF。你千祈唔好選馬華同埋民政嗰啲狗，嗰啲狗叫做走狗，英文叫 running dog。你要搞清楚啊！行動黨係狼狗係咁吠噶，馬華係點吠噶？馬華你又知唔知道民政黨點吠啊？唔同啊，馬華同民政吠唔同啊，馬華正吠到。民政黨啊，個手唔同啊，馬華係咁樣啊，民政係咁啊，咩意思啊？福建話叫做 PLP， 知唔知咩叫 PLP 啊？啊？你嚟講啊，唔係我講啊，因為民政黨嘅主席出咗名冇 LP。所以佢最中意婆武統嘅 LP， 佢最妒人林冠英嗲武統嘅 LP， 因為林冠英一旦嗲爛咗武統嘅 LP， 佢從此以後冇 LP 可以編。呢個就係太監嘅心態。嗱，我係讀中國歷史噶，中國歷史好多朝代好多太監啦，太監冇咗姐姐，最中意就係睇住皇帝嘅姐姐。DNA 有問題，從世註定要入咁嘅黨做呢啲咁嘅 PLP 嘅工，好深啦、啊。嗱，講得好深啦、啊，又好笑嘅。最近一個馬華嘅領袖，應該係副會長吧，係嘛？尹炳淑係咪副會長啊？去挑戰林冠英辯論喎、啊，一次追住林冠英，林冠英幾時辯論？有本事同我辯論，你唔敢啊？嚇驚啊，老大！林冠英喺國會遇到佢，同佢講一句話。好心你啦，嗰條友唔明白喎，咩意思啊？好心我咩意思啊？咩意思啊？啊，唔敢辯論啦，我今晚再講多次啦，好心你啦，
下一句四個字，林冠英俾個厚道冇講出嚟，我超人就講埋出嚟，好心理噶，自量啲啦，係咪啊？影明蘇嘅另一個周以靖喺座開會打輸俾我哋啲二三級嘅領袖，我哋一個個超隊冧去，佢就因為參加翁思傑嘅派系，結果派系重新洗牌，有機會做咗一個後門入去嘅上議員嘅呢個副部長，喺度牙文牙霧要挑戰林冠英嘅辯論，好心理啦，就即係七十年代我研究李小龍歷史啊，李小龍最打得啦，係咪？全香港、全世界最打得啦，李小龍一日朝頭早跑步嘅時候。在隔離遇到一條撲街，龍哥同我打咧，我喺廟街打交好緊要噶。你做戲嗰啲假嘅同我打。李小龍講好心理噶，我係李小龍同你打係嘛？大家知唔知好心理啊？英文點翻譯啊？我就同林冠英講，林冠英，你當時喺國會唔應該同佢講華語，你應該同佢講英文，可能英文佢會明白嘅。咁好心理啊？英文點翻譯啊？大家識唔識點樣好心理啊？點樣翻譯英文啊？我今日教大家個詞啦嚇 ，come on， 係嘛？好心理一陣 ，come on， 係嘛 ？come on， 人哋打你就 come on。所以林冠英講唔係我唔敢辯論，林冠英嘅口才大家冇見識過啊，係嘛？同公司傑辯論冇辯論過啊，林冠英嘅口才橫掃十八條街，有驚過啊？行動黨，我邱剛如果死剩把口，我驚我同你辯論啊！不過我哋要講級數啊嘛，係嘛？你普通茄喱啡同嘅李小龍打 ，come on， 好心理啦，係嘛？林冠英講乜嘢啊？林冠英講要辯論得王對王，影明蘇，時運高，我睇你唔到，入去，叫你個總會長出嚟。王对王，马华工会总会长对行动党秘书长，一个是铁窗首长林冠英，一个是水床会长蔡世明。啊，咁就王对王咯，系嘛？蔡世明天王级人嘛。